到底我会收到谁的天堂的第一礼物呢？ Who am I？ 哇哦！他们为了我讲华语耶。他们能开什么？关灯开了。灯灰色的。Oh yeah！ 那像你还是糖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哦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一个企划，因为呢，哇哦，我们来了一个跨海的这个新年交换礼物。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，在这里呢再度感谢庞氏兄弟的邀请，谢谢泽泽还有伟伟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呢就准备了一份天堂还有一份地狱礼物呢，分别送给两组 YouTuber， 然后我呢也会收到两组 YouTuber 送给我的天堂和地狱礼物。到底我会收到谁的天堂和地狱礼物呢？我们来开始吧，先上个饮料啊。新年哦，就是要吃吃喝喝，感觉这样就是对了。哎，有地址哎，哎呀，这个地狱礼物是来自香港的吧？这一个天堂礼物是来自台湾台北的。OK， 那我到底要先开天堂还是地狱呢？先死啊，先地狱先。好吧，就来先看这个地狱礼物。我真的很怕用刀片，到底是什么的意思？Oh my god， 有手写信！哎，为什么我寄出去的时候没有写手写信 ？Hello， 彤彤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送你一份地狱礼物，但也是很好的东西哦，因为这是一个慈善的东西，是一个 3D 打印的香港 logo， 打横看是加油，希望你面对逆境也要加油哦。哦、oh, ，是 Arho TV 送给我的哎，这个是新朋友，因为其实之前完全没有交流过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event 啦，因为这一次因为这个交换礼物呢，也可以认识到一些新朋友这样。哒啦哒啦，哎，对，哦咻咻 ，OK， 这是香港，然后打横看是一个加油，我厉害，这个创意太棒了。嗯，感觉上呢，我就可以摆在陈玉田的桌子上面，这样子可以跟他讲加油多快一点，这个什么？在这里呢，多谢阿豪 TV 啊！哎，对，我有一个影片要看，对吧 ？Hello， 彤彤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是森尼。我们是香港的频道阿豪 TV。今天我们要送给你这个地狱的礼物。我讲华语耶，就是比较便宜的礼物了。对啊，但是都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都是好东西来的。好东西来的，就是这一个啦。这个是一个 3D 打印的。3D 打印的。这个是一个 3D 打印的香港 logo 的吊卷。这个是做慈善的。对，慈善的，所以我帮你做了慈善的。你帮我做了慈善的，对啊，这个、好啊。这样看，是香港，这样看。是什么？你看看，加油！对了，对，每天都加油，开开心心，每天都过得好好。我们呢写了封信给彤彤啊，希望你喜欢啊，彤彤。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新年快乐啊！多谢阿豪 TV， 我觉得好中意啊，希望下次我哋有机会可以见个面啦。我要用广东话。OK。下一个呢 ？Who am I？ 哇、wow, ，这个超级大份的，要从哪里开起来呢？哎呦哎呦，如果讲割到我的手的话啦，这个就变地狱礼物了。我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哇哦哇，还有包装哎，这也太用心了吧！这个是写什么？写 Thank you gift。我忘记我们讲，这次我们这个交换礼物的这一个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：天堂礼物的话呢，它的那个价位大概就要卡在10000台币，而如果是那个地狱礼物的话呢，就要卡在大概是100台币，所以它是一个天堂跟地狱的差别，这个就是价位上面的差别这样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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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 ，I'm sorry， 哇哦哇哦，是球鞋耶，哇哦是 Air Jordan 哎。这是谁送我的、啊？来看看那个影片好了。Hello， 彤彤，还有彤彤的观众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距离上一次我们见面也是新年的时间，我们去马来西亚。哎，真的。所以真的很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，然后我们再去找你们玩哦。那我们这次的新年礼物呢？我们其实讨论了很久很久，那最后我们决定就是购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其实常常看就是彤彤的 Instagram， 就有一些鞋子的穿搭、衣服的穿搭嘛。
所以呢，我们逛了非常非常多家的鞋店。哎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已经跟你的制品串通好了。我们请他看你的鞋柜，还有你的 size。所以呢，鞋子绝对不会出错，而且 size 一定是符合。希望你会喜欢哦！希望你喜欢，新年快乐！谢谢。哇，这周围好 sweet 哦，这个是真的。我的 size 哎，我觉得太贴心了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今年还没有买到新的鞋子啦，所以呢，在这里真的谢谢哲哲还有伟伟，他讲到我才想到哎，去年我们有一起捞生，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，就是我还带他们去吃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还以为说，哎，下次见面应该是很靠近的时候，结果这样子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哎。那如果你是我台湾的观众，或你是来自皇室兄弟的这个频道的观众的话呢，欸，叫黄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希望呢，我们可以很快就见面啦。好，在这里呢，要谢谢这个阿猴 TV， 还有皇室兄弟的这个新年礼物。OK， 所以在这里，你想要知道呢，我到底准备了天堂礼物还有地狱礼物给谁呢？来，我在这里偷偷很独家这样跟你讲，我的天堂礼物是准备了给高山马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是阿神，我是 Marty。你那个搞什么？想要看到我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给他们的话呢，就可以去看我们的频道啦。那我的地狱礼物呢，非常的巧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不打不相识，这两位人士就是，大哥阿猴 TV， 所以可以去他们的频道来看我到底送了什么礼物给他们啦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在这里呢，再度要呼吁大家，这个农历新年非常的不一样嘛。因为其实，在马来西亚这里呢，我们是不能够出门的，所以其实呢，能够的话就尽量继续待在家里啦，好不好？不是尽量，是 it's a must。Bagi mengurangkan risiko jangkitan dan memutuskan rantaian COVID-19 ini, aktiviti sosial yang melibatkan perkumpulan ramai adalah tidak dibenarkan sama sekali。以前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很难，这个团圆已经越来越难了，所以我觉得团圆的意义就是每个人健健康康在一起。在这个 super 非常的时期，让我们来启动 crazy 疯狂计划。来 ，webcam 开起来。这是一个预告影片 ，OK？ 安妞，我喊我是冰哥。这个是谁？不一样的，根本是不一样的。很尴尬的。每一集我们都会找来不同的这些 YouTuber 啦。Yes， King， 龙生。太疯狂了。那这怎么都是啥？就是可以每个人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聊聊天这样子啦。你们怎么会在同一个空间？对。疯狂团圆饭。Stay at home so you can stay alive. You understand what I'm saying? 不然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生病的话，可能你明年过年都过不到了。在这里呢，再度谢谢皇室兄弟邀请我参加这一次的这个跨海交换礼物的这个 project 啊，让我在这个无法出国的时间，也可以感受到来自跨海的爱。那也希望呢，如果你是香港的观众，或是台湾的观众，或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呢，也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今年牛运牛命，一定要继续的健康。喜欢的话记得 subscribe， 如果已经 subscribe 记得点小铃铛。然后有什么想要看的一些影片啊，或者是呢，你觉得呢，我送他们礼物好不好，也可以留在这里留言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